好，我是中新社记者吴胜伟，现在是25号的中午11点半，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福建省福清市江阴港区附近。随着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的逼近，这里的风雨越来越大。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，现在我身后的这个海面上风大浪急，从昨天开始呢，